它是中国境内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，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。它就是山西晋中的平遥古城，距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，已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。走进城门，仿佛穿越了时空。城墙总周长6163米，墙高约12米。古城内街道、铺面、镖局、县衙仍保留明清时期的样子，交通纵横交错，由4大街、8小街、72条油盐巷构成。现存有6座城门、4座角楼、72座敌楼。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承载着一段厚重的历史，如果有机会，不妨去看一看。